要说黑暗收割可以玩吗？答案是不可以的。黑暗收割刀锋怎么玩？肯定是玩不了的呀，兄弟。今天晚上补一下。身体人要有规划，兄弟们，啊，干什么事都有要有规律，啊，不要打破这个规律。咱们先一个 W，刮他两波。当你没有技能的时候呢，往后退一退，躲了一个 Q 之后呢，再过来补刀，对吧？他补刀的时候呢，再放个 W， 漂亮。思路是不是清晰了，兄弟们？然后这一波我为了补这个刀，吃了他一个 Q 技能，是不是要点名批评一下？发条的是这个刀不就不能补，因为一补你看我这一波稍微晃了他一下，他这个 Q 就被我骗出来了，懂吗？这个技能呀是你骗出来的，用假动作。踢过足球没有，懂吗？你先用假动作给他晃一下，然后再去干正事。像这一波可以直接 Q 他，但他会给你直接 Q 吗？肯定不可能。他补这个刀了，然后呢，直接 Q 他 ，Q 接平接 W， 死，是不是就非常简单了？发现没有？是不是发现单杀如此的简单？谢谢魔教平矮师送的一个飞机，真的，傻瓜式教学，你让傻子过来学，他都不一定学不会，何况像你们这种聪明人，是吧？推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咱们就可以推线了。我这么多血，他其实一时半会他是秒不掉我的，好吗？我一点不慌他，我翻墙溜了，走。这是。真的是日了狗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说死就死吧，你们上闪现也换了。感谢金牌厨师阿友金牌厨师送的飞机，感谢阿友金牌厨师，miss 了。咋又搬家了？搬家了。咋的了？不让搬家了，线推了，老弟。哎，你妈买菜必涨价，超级加倍，吃个鸡吧，压压惊。有点生气了啊，法拉利没了。谢谢魔教平奶师送了15个办卡，谢谢平奶师。对面5级19刀，我5级35刀，插个眼，小心一点。咱们现在是没有闪现的，这个时候呢，挖角机过来抓你是很危险的。稍微闪现顶你一下，你是必死的，因为这上路这堵墙我们是翻不了了，懂吗？一定要小心。这个时候呢，等兵线过来我们再搞事情，懂吗？先吃兵线，再搞事情。能听懂吗，朋友们？往后拉一下，继续往前推，不要着急啊。OK， 打野在下半野区，那我就可以去上半野区搞事情了，好吗？因为现在目前来说，我在野区是打不过他的，所以说不能跟他正面硬刚硬，所以说我需要智取，不能猛攻啊。回中路继续带一波线，小心一点。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啊！这一波是3打3没打过，那没办法。你说发条去了支援，那可能会怪我。把这个兵线吃一下，好，6级了，回家一下。那这个时候肯定会有谁会问主播：我们这一波回家是出长剑呢，还是出鞋呢？看对面中路出什么。对面中路出了一颗小布甲，说明这个人接下来打了
接下来的打法是以猥琐为主，是吧？那我们就没必要杀他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干嘛呢？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推线游走了。谢谢奶味小瑶送了一个魔法皇冠。袁绍主播热度好低，没办法，礼物少了热度自然低了。大家每天礼物夸夸一顿刷，热度指定高，是吧？这个热度呢，之前的粉丝团那叫啥来着？那个粉丝节冠军嘛，拿了一次热度，是吧？然后粉丝节热度过了，奖励过了，就降低了，是吧？就跟那个粉丝团一样，我粉丝团以后不打了，我热度也低，是吧？这个礼物就等于是弱度，怎么现推了？不要着急啊。OK， 奥利给，下路带一下。这一波其实有人问我，这一波应该干什么？我们想一下。下路在打架了，赶紧支援，这一波眼不要拆了，直接去下路看一下能不能干个一波，漂亮，有机会先杀伊泽瑞尔翻墙，看好了，不要着急，来了老弟 W 大招隐身 QA 去提亚马特，哦，小老弟想屁吃呢，小老弟二闪有没有？漂亮 W AQA 漂亮，这一波中野联动，伊泽瑞尔喊痛，回家了，溜了，相当的漂亮。每天几点开播？每天九点开播，回家买个锯齿短臂，再来一个长剑，走。是不是发现抓人非常的简单，兄弟们？还可以，抓人还是相当简单的。这波上路其实我去我杀不掉他，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把是逆风，唯一的三个头我拿了，也说这一把我们必须要挑起大梁 carry 队友，推了，现推一下，现在就没必要跟这个发条打架了。发条带了一手什么呢？两个小布甲，没有必要跟他打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呢？支援一下队友。好像来不及了，咱们看一下能不能偷一组小野怪，偷一个，漂亮，吃个小鸡吧，应该不过分吧，再推一波线，再吃一下自家的野，好吗？这个你相信队友还不如相信自己，好吗？我觉得我自己可以 C， 来，漂亮，九分钟九十五刀，一秒钟一刀，学会了没有？好，他要给我拿蓝，可以。这瞎子知道我是个高手，所以说你会发现这瞎子跟我讲话是客客气气的，发现没有？给瞎子来个大拇指，好吧？这 good job 啊 ，good job。好，队友就应该这样，好吧？队友就应该这样。然后这一波的话，其实我可以杀一波发条，对吧？咱们现在九级，其实我要杀一波这个挖掘机，三抗零杠一，必须要杀他一波。推了，这把的话，觉得主播可以小 C 一把，可以扣个一；觉得主播不可以的朋友，扣个小二，好吧？你觉得主播能不能 C 呢？音一下，没人，说明一点，真相只有一个，说明对面的打野在上半野区 ，QA 接 W， 漂亮，打他一套，挖掘机这一波应该在我附近，小心一点，溜了，挖掘机可能在我附近，来来来。别怕啊，狗头人现在有点难受啊，零杠四的狗头人来了，老弟，挖掘机在草里，没有，挖掘机在这个草里，开大隐身，
屎，700块，老弟，吃个小屎。发条传送上路没必要去，应该是死不掉的。咱们赶紧把这个中路线给他推一下，再去把这个鸡儿吃一下。塔皮一时半会推不了，先偷鸡。接下来我就让你知道刀锋的carry能力到底有多强。太好了，不要眨眼，吃一层塔皮。俺们是有闪现的，吃塔皮。哎，看到了，怎么说？哎，犯病了啊！犯什么病了？我靠！我操！有毒瘾啊！爆他！赚了啊！这一波让他上头了，我一个小牌子亮的，他失去了理智，可以血赚。木刃加上一个黑色切割者，漂亮，走。上路这个怎么搞啊？这上路怎么说实话，那完全打不过呀！你背个开轮越塔强杀有点过分啊！我翻墙了，我 Q 接平接 W。黑一下，哎，怎么说 ？Q 接平接提亚马特，翻墙，想跑是吧？啊，装了 B 还想跑啊？谁给你跑的？是谁让你跑的？现推了，现在11级，等级还可以，小压他2级。哎，现没用，我现在血量很高的，黑切。好吗？他打我，你看疼吗？其实并不疼。哎，交闪了，交闪不杀，江湖规矩。对面 F6 应该刷新了，看一下红 buff 有没有瞅一眼。没有红 buff， 等我偷个眼。哎，看到我了，我在草里走的话，他可以听到我。感谢伦敦凡凡送的一个魔法皇冠，谢谢伦敦凡凡。推一下，好，偷鸡去了。哦，谢谢老板送了一个烤鸡。哇，这盖伦这个英雄伤害有这么夸张吗？兄弟们，真的是一套秒人的呀！要么刺客你来当。我靠，你这个一套秒人太吓人了。这么大一个大宝剑举着，谁敢动啊？偷个 F6。 下路来，下路帮他一手。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打河蟹，看到没有，他没闪现的。嘿嘿，惊不惊喜？我的What the fucker? Q 追击 W 减速一下，往后拉，翻墙溜了，再翻墙溜了，吃个小兵线，回家一下，黑切可以买了，回家一下啊，发育还可以。黑切，然后呢长剑，再来个扫描溜了，漂亮，26秒钟大招，别急，现在我们不应该打架，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干嘛呢？我们中期打架会好一点，现在不建议打，因为现在这个点我最多只能杀一到两个，这把游戏我杀不了三个以上，其实这把不太好赢。我是我们这边唯一的可以 C 的点，这里没有眼呢，我这边。哎，我靠，你敢进草，小老弟，有点过分了你。
他们却草里不草里不放盐，还敢离草这么近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先推一下。这把如果 C 的话，一个半卡应该不是很过分吧，兄弟们。感谢维乐涛送的一个飞机，谢谢涛哥，推塔，不过分吧？推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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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谢谢涛哥，来个兵线吃一吃，溜了。蛤蟆没有，蓝 buff 有 ，nice baby， 吃个蓝 buff。嗯，然后呢？我觉得这一波这里有眼，我的木刃没有了，说明这附近是有眼的，应一下。哎，核桃蟹来了，好。这一波来想一下应该怎么做啊？这里会有人，哎，伊泽瑞尔是什么意思？翻，哎，操你妈个巴子！这是什么墙？这是王宝墙，溜了！哇，这个墙翻了，伊泽瑞尔死了呀！我靠，哎，这个墙有问题啊！回家一下，17分钟200刀，补刀其实还可以，来一个小黑切玩一玩。这一波队友在打他小龙，其实我这一波可以帮一下，应该是 OK 的。队友打龙有点慢，有我的加成，这一波是 all good。再来个石头人，778。嗯，来个石头人778，回家了。嗯，盖伦装备无敌是吧？你看我几级，他几级，他就是个弟弟，好吧？不跟你开玩笑，他就是个弟弟。我回家再买个什么呢？青鱼，直接我他妈直接大青鱼了，他呀，算了，没必要。这么买？等一下，我这把不做幽梦了，我这把做个夜之风刃，对吧？就可以了。再加个青鱼，就无敌。我为什么做青鱼呢？因为这个青鱼一做呢，我就可以打得动盖伦了，好吧？别看盖伦没出肉，他的 W 已经给他加了双抗了，你可以理解他现在已经做了一个梭子甲。来了老弟，他死了，那没有眼了，翻墙，算了，放他一马，放他一马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往这边走就有点过分了，算了。两个闪那赚的，两个闪现是不亏的。走，溜了老弟 W 上路带一下，跟队友说一下发育。我相信泰隆，这队友相信我，相信我就 OK。 发育一下，这把我来 carry 是吧？这种局太好赢了，好吧？只要你不崩就是优势，好吧？就我们这个男刀锋啊，只要你的队友不是特别炸，都是可以赢的啊，就不送包赢嘛，就说白了就是不送包赢，能听懂吗，兄弟们？不要着急，12级的兵线小清一下。我靠，这一波，我操，这是什么团？这个团打得好啊！对呀，对，我们别站一起啊！我们老站一起干什么？盖伦13级，我14级，他就是个弟弟，能听懂吗？你在装你妈了个臭逼！你在装！我打爆你的头，操了个 DJ 了，你这个盖伦，不好意思啊兄弟们，爆出了我的问题。
他们可能在打大龙啊，过去瞅一眼应该不过分吧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，再打，看到光了，看到光没有？蓝光。视野放一下呀，这个是辅助是啥呀？这辅助啊，能杀不？最肥的盖伦已经死了呀。讲道理，压力应该不是很大吧？蛤蟆有没有拿下？应一下打野，打野一套可以秒杀。回家一下，嗯，先买一个对面这个阵容，先买个夜刃，控太多了，得买个夜刃。这个打野可以顶你，盖伦可以 Q 你，辅助可以二你，对吧？都可以，得出一个。嗯，哎，中路有机会，这盖伦很膨胀的。你在膨胀什么呀？你在膨胀什么东西？你在，你到底在膨胀什么？我都没看懂啊！你一个血手就敢这么装的你？回家来个小龙来，小龙拿一个。咱们先回家，我青羽的话1350应该。青羽的话来这个青羽，1350，走。来，我们这边死一个，他不放眼，看到没有？你眼不放，你去往野区跑，就是送。这个龙不太好拿呀。怎么说？有没有想法？队友没有想法，很可惜。这波有想法，其实有可以打。有一说一，有想法是真可以打。下路带一下，反正现在没有大龙了，我们在下路带也无所谓了。我们不敢往下路带的原因，终极原因就是怕对面拿大龙，现在大龙已经没有了。这里没有眼，再把蛤蟆拿一下。哎，盖伦很骚啊，这盖伦。应一下伊泽瑞尔，这里没有眼，伊泽瑞尔应该死了，没必要回家，他肯定会过来的。WQA 他就死了 ，WQA 直接秒杀，16级，等级还可以，推一下，继续往前带一下，看一下行不行，一个。好像可以继续带，盖伦不会过来了吧？溜了，拿这个河道蟹，河蟹吃一下，漂亮！我这把发育是很变态的，现在只可以用变态来形容了，偷个鸡。回家一下，回家买个大青羽。这个人有中央杀戮的，不太好杀他。最后一件肯定会有水轰啊！借最后一件，我们可以买个幽梦，把 T 二马特卖了。幽梦的话是多少钱呢？是2800应该是吧？2900，2900，2300差600。走，盖伦很膨胀，是盖伦，给他杀了来。就他这么玩，他就是送的，我跟你讲，交给队友啊，给队友投就行了。哎，给队友，哎，看什么呢，老弟？想过来给我来做个大宝剑，这个人太坏了啊！推了，想给我来个大宝剑，继续往上路带发育。对吧？哎，发育。
能听懂吗？发育了解一下。现在我的队友现在只需要猥琐，这个找机会交给我，因为我在偷塔。别打架，别打架，对吧？全程要我来带节奏，知道吗？我们队友去主动打架会肯定会打不过的，但是有我在就不一定了。只要我一旦动手，基本上是包赢了，不是包赢我不会轻易出手，好吧？溜了，不用理他，溜了，他抓不到我的，我这英雄非常灵活的，好吧？相当的灵活，算了，没必要拆他。幽梦可以做了，小心一点，偷个鸡行。好，身上3000块钱呢，钱是真多，这钱。你在干啥呢，哥？哎，干什么呢？你好像个奥特曼、猪猪侠、闪电小子、葫芦娃，我靠，这些人干什么呀？这些人，哎，上头啊！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！哎，狗头人，我操！这狗头人干啥呀？这狗头人，过分啊！这波我怀疑他有送头的嫌疑，但是已经被我录制了。这个狗头人点名批评一下，推了。哎。What the fuck you baby forever? 算了算了算了，这个兵我其实，哎呀，这兵他们不补有点拖节奏，赶紧补了，浪费时间。下路小龙不了解一下吗？小龙，没人了解小龙吗？那我来了解一下。被沉默了，操了个地界了，还好辅助拿头，对面4条龙了，我吐了，空大可以，可以飞轮海，飞轮海好像不太会飞呀，他们没有第一时间来打小龙，这条小龙其实我想拿的，对面4条小龙，有点恶心，血得换了，换个水银之血。等我等我 ，wait me， 还好，他们要退高地了，我靠，这盖伦还是节奏的，哇，这攻速快啊，三项加去头加板甲，加电刀，有点变态，嗯，来来来，闪现闪不出来，哎，伊泽瑞尔过分。大龙了解一下，大龙能不能了解？别怕，大龙必须要了解一下，大龙必须要了解，他跑不掉的，我跑得非常快，狙了没狙到，你在想屁扯呢，你这是的，来了老弟，可以，这个击飞是太漂亮了，这击飞，再给他扬尾一下，能追吗？大龙能不能了解？算了算了，推打吧。就这一波居然拿不了大龙，我吐了，真的吐了。再推一波，嗯，推塔推塔呀。这里好像感觉可以阴一波人，这里肯定可以阴到人，肯定会有人会过来，你别来，我一个人 OK 的，肯定会有打野可能会过来，阴一下，G
机会是留给等待的人，稍微小小的等待一下。卡一波木刃视野，哎，算了，副甲没了，差不多了，算了。哦吼，红 buff 没了呀，气不气？是不是很生气？我的小老弟，翻墙喽！我要来个大板甲出一手，板甲来一个。只要大龙不丢，什么都好出。大龙一丢，那没了。现在就是这个大龙，是个终极难题。推线，因为这种线只有我敢推，懂吗？队友其实不太好带的，绕个屁股。怎么说？这个位置非常好。哎，哦，翻墙喽，老弟！哎，感觉打不过呀。算了算了，溜了溜了，打不过。杀了个伊泽瑞尔不行，那我起步要杀三个才行。看到了吧？没，我杀一个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两路高地没了，感觉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我在，他不敢对你放肆。往跟我这走，往我这走，他有闪现。哎呀，我为什么会被减速了？哦吼！我跳跳跳，我翻，我再翻，我再 W， 我再翻，我跳跳跳。我翻，我幽默一开，我跳跳跳。你就像个神经病，你这个人，你尬不尬你啊？你到底尬不尬？回家一下。哎呀，你是什么？你多少带点脑瘫呢你？你怎么这么尬呢你？你多少带点，完蛋了，就这也行吗，兄弟们？就这个也行，操了，我受不了了，这个人，我操，这也行吗？我靠，这一波死，突然对这个游戏不太感兴趣了。前面99步都是对的，就差最后一步错了。我以为我可以回家，你知道吧？等我出来，兄弟们，等我出来，来个钢铁合击。我觉得有必要出个钢铁合击，得肉一点。这盖伦他为什么会往回走？从正常的人的角度，他应该会往这边走的，懂吧？狗头人干啥呀？狗头人，你是哈士奇是不是？过分啊！瞎子直接当场去世了。你看到没有？没办法，错一步就没了，兄弟们。一步错，步步错，怪我吧，这把我的问题，不说了。惜败了，惜败了，惜败了，兄弟们！这把快我，大家不要多说了。我的问题，只能说可惜了，可惜。看一下输出，输出应该是全场第二高。